是不是我打呼了，把你吵醒了？啊！不要动了，再动就掉下去了。你不是有恐女症的吗？你又不是女的，充其量不过是个抱枕而已。 你干嘛？你手放哪儿了？马可博士呢？马可博士，马可博士，我先走了，醒了到我公司拿商品合约，马可。 把商品给我了，你走多少月了？